若是公费全国联合会是统计，民众当年沃特的价格差不多就193多安中，但想推动这建造方最近是发现，当多民众充分了解，还有某找事件时，所以他的回收过期的价格仍然在有贵百公斤。特种站卫生局表示，这个可能造成一些部分田无回收状态的价格安排就很难多。卫生局在呼吁民众莫重复酿造过期的价格要回收，总得二百五天。一房打造出现良药的民族，无药房的纯黑沙袋等尸体汤，全圈意识攻击，马克思主义的药的，一直都是一间药房，一深圳以来回收的高期的药的。其中 V 幺老公血压药最多，有时候客人一次拿就是好几个月的样子，他根本都没有吃到，所以变成也是一种浪费。要拿了又不吃，又一直重复拿。但因间药房营业下来，就做到回收几百公斤的高期的药的。当年平均服务18万人次的一间推动的天气医院，一回收的1500人公升的高期的药的。一下推动各乡镇的卫生所、药房、医院都会各自回收高期的药的。虽然无全健康嘅舒适，唔过同烟卫生局各拍嘅无回收嘅药嘅数量可能更加多，因为难算。吃不完的药就放着啊，嘿，放到什么？都放在冰箱里面这样子，然后不知道有可以回收药的这个讯息，这样。我都丢掉呢。丢掉？嗯。你都直接丢哪里？回收那边来的收站，拿到回收的那个收检站去回收，才不会造成环境污染。台东烟卫生局提醒民众，过期的药嘅做唔得直接得到垃圾桶，也得到偏扫毒，做嚟送到药房、医院，也喺卫生所来回收。唔过一副衣冇重复医疗药嘅，造成健保资源嘅浪费。下个新闻陈玉敏台东报道。